虽说这些天各地都是干煎水煮模式，但很多已开了机的剧组还是敬业的继续拍摄，其中就有李小璐与好闺蜜甘薇联合担任制片人的女人帮妞第二季。日前辣妈李小璐抛下爱女小甜心，与熊乃瑾冒着酷暑赶工拍摄。当天的戏份先拍熊乃瑾，她穿着印花丝质上衣、黑色长裤，与另一位身材高挑的热裤美女拍摄边走边聊的戏份。这段简单的戏很快拍完。此时穿着星星图案连衣短裙的李小璐从车上下来，她戴着棒球帽，身材凹凸有致，少女味满溢。身为熟练工，李小璐效率更高，很快就拍完了所需镜头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娜英，您现在观看的是搜狐视频。